就是因为小时候很少读书，所以看到书本我就睡着，读两行我就睡着。对，看剧本不会。我其实看剧本很痛苦的，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看一本一集我会看很久。我就是不是那种阅读的有那种天分，我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，但当然是读得懂了。现在因为我进这行已经20多年，我的华语也是进这行之后才开始学的，所以就养成我看剧本哦，就看得很透，就是我会慢慢的去读。第一次我就会完全把那感情去投入在里面去读。7-8公斤吗？7-8公斤，比我幸福，蛮愉快的，就是可以吃，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理由，明天不用动，就可以吃，然后不用动，吃不用动，其实两三个礼拜就可以完成这个，多吃少动，对啊，两三个。